是刚刚出站的吗？我们丢东西是大概十月。那么久、啊、因为你如果是掉在车上的话，可能要看那一班车子的终点站。终、啊、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大概去年十号从高雄到台南的时候，对，下车的时候丢了一个钱包。안녕하세요짜이시형입니다잉샌이먼저타이난에가있어서저는그냥뒤따라가기로했어요그것도말도없이까우싱에서타이난으로가야되는데현위치가여기니까여기로가야돼얼마안걸리네아타이난이다哪里？케임브리지타이난호텔여보세요패밀리마트아근데큰일났어빨리빨리나지금지갑잃어버렸어뭐해야야先先付好我都没有卡太酷太酷了谢谢谢谢谢谢아나지갑잃어버렸어아얘도빨리닫아뭐해아나거기천원있는데몰래올거면은좀멋있게오면안돼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下车的时候如果丢东西的话你要到服务台去问看看有没有捡到服务台是在哪里你是刚刚出站的吗我们丢东西是大概十月那么久哦没关系你去服务台问看看服务台就是东六门东六门东六门那边谢谢问看看谢谢。10월에잃어버린걸지금찾으러왔어服务中心여기있다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去年十月来玩的时候下车的时候有一个钱包丢掉了去年十月啊，有请我们找吗去年有请我们找吗没有那稍等一下好什么颜色灰黑色黑色跟这个一模一样的黑色是掉在车上吗好像是还是车站车上吧车上可能不会在这边呢是吗因为他可能会再去终点站我帮你看看十月大概什么时候18号我们从高雄往台南的里面有钱吗1000元然后一张信用卡信用卡对信用卡上面有名字有18号看起来是没有没有對那应该下车的台南火车站再去问比较好因为你如果是掉在车上的话可能要看那一班车子的终点站终对你是到台南就不见了是吗到台南就没有看到对对对啊上车之前还不确定有没有上车之前有因为买票的时候还在然后下车就没有对对有可能在车上有印象是什么车吗18号的4:30到5点左右的自强号自强号对对对自强的对有一个黑色的零钱包是网袋的网袋零钱包里面有说1000元跟信用卡可以麻烦稍等一下吗他们现在过去就是确认一下10月18:15等一下57分还可以吧57分可以稍等一下好谢谢되게오래전거라그냥없다고하실줄알았는데이렇게다전화로다돌려서찾아봐주시는이노력자체가너무지금너무감사하네요그때10월에잃어버렸을때는그냥그렇게잃어버리고끝인줄알고시간이없어서바로귀국했는데영상올라가고나서는찾을수있다고한번물어보라고하셨잖아요그이후에쭉결혼준비하고결혼식하고모두다가이제와서아까짜이시형있을때는또시간이없어가지고저혼자있을때한번찾으러왔어요
小姐，或者是因为他时间已经过比较久了，然后因为师傅说他刚才刚调过去，所以他需要一点时间找，因为你的车子等一下要出发了嘛，哈。那如果你不方便打外线的话，麻烦你到台南之后，因为他是说一个小时后再打。嗯，对，那你请台南的服务台帮你拨打电话去基隆，好不好？基隆哦，对，基隆，对，因为你当初那班车终点站是基隆，嗯，所以我下车后再过去台南的服务台。服务台，因为现在是4:40嘛，差不多5:40，好吧？好。他们说，因为遗失物太多了，早需要一点时间了。那请他们帮我打电话问这里，问基隆车站这支电话，好不好？啊，这是外线电话，服务台打的话，请他打这支，好不好？了解，了解，谢谢，谢谢，谢谢，拜拜。이정도면못찾아도괜찮아이정도이렇게노력해주시는거면전혀괜찮아요你问一下，我是学生吗？我是학생인지왜물어보지？服务台，服务台。你好，请问一下，我是。大概去年10号从高雄到台南的时候，对，下车的时候丢了一个钱包，然后刚才对在高雄问他们，然后他们帮我们问了那个基隆终点站的这里问了，然后他们说因为是太很久的是，所以大概需要1小时左右，所以我先到了台南，然后请你们再打电话问他有没有找到这样，对，内线号码是这个。我本来是当灯号码。他说去年10月所以来台湾了，然后他说，对，那个时候没有，就是没有，就对了。OK， 哦，有找过了啊，没有，那时候没有新车检，没有捡到这个东西，就对了。好 ，OK， 了解，谢谢。那个高雄有跟他联络的啦，他说他有去查的资料。那时候这班车到那边之后，清车没有捡到钱包。啊，没有。对，我就 OK， 了解。不好意思。谢谢，谢谢。그때잃어버렸을때바로왔으면은좀찾았을수도있는데이미너무옛날이고원래한국도분신물너무오래안찾아가면은처리하기도하거든요그래서사실기대는안했어댓글에찾았니안찾았니이거많이물어보셔가지고저도좀궁금하기도해서이따와서여쭤봤는데결국엔못찾았지만그래도이렇게여러군데다전화해주시면서짜증도한번없이친절하게대응해주셔서정말너무감사했습니다다음부터는저희가이제물건을안잊어버리도록잘간수잘할게요그럼저는숙소로금방가서쉴게요입맛이없으니까두곡먹는다